我看旅行的招牌。 Hello， 路途滑的，不要吃饭的路。 2002年，现在有17年哦，也是2002年的圣诞节那天。 这地方也属于交叉路口黄金地段的，当时应该是个酒吧吧。
翻一下，他写的是什么？上面的马来文啊。October 来十二号。什么？十月十二号？这是什么？嘣就是爆炸，这跟什么？你猜的？恐怖爆炸哦，那好，引爆。10月12号，2002年，底加兰，加兰什么？雷加兰？那应该怎么读啊？查一下哦。他有说这个地点原来是什么吗？然后这是。2年之后建成了是吧？对。玻璃是什么？对呀。白白的意思。什么？意外的意思。哦，白白哦。哦，他捐赠，是开幕还是捐赠？开幕。哦，开幕。然后这个什么？应该就是恐怖爆炸吧，不知道是。